我的耐心已经耗尽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你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容器。现在没有目标。相连，分筋错骨。我需要目标。死灵法术的力量吧！现在没有目标。
现在没有目标。为樊侯大人，我的耐心已经耗尽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我需要再耗尽。知道我杀过多少对手吗？
还有很多事要做，努力就是最好的回报。害你说话的可是一位公主，冤侯行者，你的世盟对你赞誉有加，可别让我失望。知道我杀过多少对手吗？
上身的人是谁呀？现在没有目标，最后的战斗。再靠近一点，有什么打算吗？我已经超出范围。
太远了。比起洞口，我更想动手。我已经人口贩卖。傀儡只是灵，进行下一步前先看看操作设计图吧。艾曼尼的傀儡设计相当复杂。很好，现在启动酸性胆汁桶，然后把它接到傀儡上。太好了，接下来也把酵素桶接上去。非常好，傀儡快要可以接受艾曼尼的灵魂了。我很期待和你合作。猿猴行者，数量就是力量。猿猴行者，我们能成为强大的盟友，但不是朋友。我可没有什么朋友。还有很多事要做。和你说话的可是一位公主。和你说话的可是一位公主。当然，你得去做其他工作了吧。
要再耗我怎么不记得名单上有这个人？算了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再靠近一点，我离得太远了。杀戮时间，找一个名字了。名单上屠杀持续上演。你和屠杀女王是盟友？你站错边了。离得太远了，持续上演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
没用的杂碎，就没有能打的人吗？还蛮喜欢的书，我离得太远了。没用的杂碎，就没有能打的人吗？少一个名字了，要快速又敏捷，像我一样。范围了，
现在没有目标。离得太远了。
我需要目标。你知道我杀过多少对手吗？这里不只是缝合厂，还可以成为我们的新家。傀儡只是灵魂的躯壳，你有带贡品来吧。猿猴行者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就算在这里我也会保护弱者。力量，我没有抛下凡猴阿卡瑞克，我在家族溃败之前就去执行任务了，就像你一样。这就是你躲在天选者家族放任猪眼家族被屠杀的理由吗？瓦雪，凡猴托付了新的目标给我，要生存就要抛下所有过去。胆小的弱者才会求生存，没有胜利就是死亡。我的刀刃已准备就绪。你是来检查的吗？出征吧，赢得你的荣耀。这些武器都有经过实战测试，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。这些东西都保养得很好。你是来检查的吗？我只接受胜利，所有军备任你挑选，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。你一定会喜欢我的东西。
这些武器都有经过实战测试。出征吧，赢得你的荣耀。你是谁？你很有名吗？武器可不会自己打人。你能为樊侯大人做什么？至尊眷顾你。我们家族都已经灭亡了，这些傀儡还不肯收手，杀掉他们，回收可用的装备。你今天看起来精神真好。敌人正在准备另一波攻击，我们要先发制人，彻底解决他们。这类物品太多了。啊，眷主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些东西都保养得很好，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。
买东西，逛一逛，闻一闻。我小周女王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樊侯大人做什么？有什么打算吗？你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容器。比起动口，我更想动手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
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我们都只是战车上的一小块血肉，小心，回到岗位。看起来精神真好。我有很多幸运星，想要吗？